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老李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德克萨斯是如何被美国偷走的。德克萨斯是美国的第二大州，仅次于阿拉斯加，人口3000万，仅次于加利福尼亚州，在美国的各州中举足轻重。很多朋友对于德克萨斯的印象是民风彪悍，大家试想一下，德州曾经是墨西哥的一个省，后来独立建国，还把墨西哥派来的军队打败了，活捉了总统，你说民风不彪悍能做到这些吗？在和大家一起了解这段传奇之前，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请点赞订阅支持，我每周会定时更新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。在欧洲列强瓜分美洲时，德克萨斯是西班牙的殖民地，但是由于原住民的抵制以及距离墨西哥比较远，移民到德克萨斯的人不多。那么德州呢，是西班牙殖民地区中人口最少的一个省。1821年墨西哥脱离西班牙，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，德克萨斯自然成为了墨西哥的一个省，包括现在的加利福尼亚也曾经是墨西哥的地盘。由于当时德州的主要人口是美洲的土著，墨西哥政府一方面担心土著不好控制，另外一方面怕美国趁机夺走德州。那怎么办呢？最好的办法就是往德州移民，进行人口稀释。但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结果却是适得其反。为了吸引移民到德州，墨西哥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。德克萨斯别的没有，最多的是大量未开垦的荒地，任何来德州定居的都可以获得土地。而那一时期的美国是人多地少，鼓励人们向外扩张，于是很多美国的农场主来到了德州。这些农场主大多数是来自美国南部的，以种植棉花为主。这些人的到来还带来了许多奴隶，而墨西哥已经废除了奴隶制，但是由于德克萨斯山高地远，废奴的禁令实际上根本没有执行下去。虽然德州隶属于墨西哥，但几乎不受墨西哥的统治。到了1830年，在德克萨斯大约有7000名来自美国的定居者，比墨西哥人还多。这些人更多倾向美国，墨西哥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于是开始收紧移民政策，阻止来自美国的移民。与此同时开始进行同化，包括强迫学习西班牙语，信仰罗马天主教。另外一项重大的改革，墨西哥政府强制要求必须结束奴隶制，但是这时已经晚了。墨西哥的废奴政策引起了德州美国定居者的不满，他们认为墨西哥政府违反了当初的承诺，开始组建临时政府。这样的情况，墨西哥政府当然也不会坐视不管。墨西哥的总统桑塔安娜自任统帅，带领墨西哥军队进入德克萨斯地区进行平乱，废除了自治政府，准备重新获得控制权。作为回应，德克萨斯州于1836年3月2日正式宣布独立，成立了德克萨斯共和国。因为国旗上只有一颗星，也叫做孤星共和国。在最初的两场战役中，墨西哥的军队占了优势，击败了德克萨斯的叛军。桑塔安娜还亲自下令处决了400名德克萨斯囚犯。初期的胜利让桑塔安娜变得过于自信，开始轻敌。在4月20到21日的圣哈辛托战役中，墨西哥军队全军覆没，连总统也被活捉了俘虏。被俘的桑塔安娜害怕自己被处决，自愿签署命令，要求所有墨西哥的军队撤离，承认德克萨斯独立。桑塔安娜后来被送回了墨西哥，但是墨西哥政府认为当初的协议是在胁迫下达成的，拒绝承认。虽然德克萨斯暂时实现了独立，但是夹在美国和墨西哥两个国家之间不是长久之计。如果哪一天墨西哥再组织军队，未必就顶得住。德克萨斯共和国的居民认为，只有成为美国的一部分才安全，于是一致支持德克萨斯成为美国的一个州。但是这个并入美国的要求被美国国务卿拒绝了。当时美国两个政党是民主党和辉格党，都反对德克萨斯的加入。一个原因是德州的奴隶制问题，另外，那时美国还不希望和墨西哥开战。1837年，美国承认德克萨斯共和国，法国也于1839年承认德州的独立地位。其他承认德州独立国家的包括有比利时、荷兰等。新建立的德克萨斯共和国与墨西哥还存在着边境领土争议，这为将来美国吞并加利福尼亚埋下了导火索。
1843年，美国总统约翰·泰勒决定吞并德克萨斯，目的是争取为总统竞选打下基础。因为英国政府正在积极进行外交努力，希望解放德克萨斯的奴隶，而美国的奴隶制还没有废除，这必然会破坏美国的奴隶制度。在通过与德克萨斯政府的秘密谈判后，双方于1844年4月达成了吞并条约，随后文件提交给美国参议院批准。吞并德克萨斯问题成为了1844年总统选举的核心议题。最后，在1844年的总统大选中，民主党的詹姆斯·布尔克获胜。布尔克也是一个扩张派，他在1845年12月29日签署了德克萨斯共和国成为美国联邦州的立法，德克萨斯正式成为美国的第28个州。德克萨斯成为美国的第28个州并不是故事的结局，更像是开始。在一年后的1846年春天，美国将会利用德州和墨西哥的边境争端开战。墨西哥没有意识到它将会失去 50% 的领土。好了，这期关于德克萨斯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不要忘了点赞订阅支持，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。